看你安尼，敢那做无想要结这个婚的款哦。以前吼，只要是你想要爱的物件，无论是偌大困难，对你来讲都毋是问题啊。谁那即个就是脚受一点仔伤，你都无想要结这个婚啦？你毋是一直足期待一旦产自成结婚？我是很期待能跟志成结婚，就是因为期待，所以一切都要照我的计划来，袂当任何意外。秀英，你哪戆神戆神啊？无啦，是一块代志。我想拢无呢，阿郎有就算啦。是安怎，连志成你拢无想要去？你两个是安怎？冤家啊？无啦，我只是无想要让伊看到我受伤。你莫想伤济。我是秀英的朋友。就是才有交代，除了因爸母以外，啥拢无要见的。安尼啊，阿姨伤势嘛安怎？敢有加较好？是嘞，这我无方便甲你讲的。这只麻烦你交代给伊啊，我叫庄志成，麻烦你改过我来管。好。多谢你。我知道你不想要看到我，也不过有一件事，我也是爱问你。是的，我知道你来几啊摆啊，不过我不用去看到你，因为我没你的代志。我怕你会生我的气。我没在生你的气啊。
感谢谢。要唔过你家人甲我讲，你知影美玲的红色已经过身，已经有偌久啊？这敢有重要？美玲离开小房的时阵，我就知影这件代志。不过我会惊，我惊你若是知影，就会离开我。我才不敢跟你说，因为我没想要失去你。是的，分那一天是我想冲动，我不应该这样做。冲动？你讲这是冲动，那无你袂安尼对待我，对不？等你冷静下来，嘛是会转来找我做你的牵手，对不？真正足歹势，那不是安尼。你过来找我做啥？还是无想要跟我结婚？你好好歇睏啦，我连工才来看。下手给我放肆，给你一个人幸福。